这一把比赛的话，这把比赛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比赛呢？这把比赛的话是桓公单挑局的第二把呀。第一把的话，也就是表弟输掉之后的话，这边的话表弟这边选择没有变八蛇卡，变了一个蛟龙卡。蛟龙卡是一个感知的一个效果，这把表弟的话也是一个全魔的一个属性了。所以说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比赛的话，肯定是打不了太久的。对面从这个秒的一个伤害来看的话，就肯定就这伤害的话，对不对？就棺材翻的话，可能说没有加那么多伤害，应该也打对面能够打得动。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把比赛，这把比赛应该是打得特别快。像这种比赛的话，表弟那边就要多被九转了。群秒，哎呦，群秒还是有点秒不动啊！棺材翻起了一个安神诀之后的话，还是秒不动啊，兄弟们。OK， 棺材翻起来一个生死菩提，对面还好没有秦三叠棺材翻，秦三叠棺材翻直接走了，直接 game over 了。比赛十一回合，棺材翻一把后发制人，下一回要出宝宝。对面下一回合有一把荆棘舞绝杀比赛的机会，就这一回合，不是说下一回合啊。对面的话选择起状态，对吧？棺材翻出来一个大龙龟，法术翻越，生死菩提，就对面也不敢秒，你懂吧？这生死菩提老起啊，法术反正啊，对面也不太敢秒啊，还好没有出漫天啊。我觉得真的，这一种神明打大唐官府是真的难打。以前表弟是那个魔安在的那个时候啊，比较好打。我还在拖时间嘛，拖到五十六回合丢灵宝嘛，一回合1750嘛，你神明真的没有办法，对吧？你全魔的话又不太敢秒，你不全魔的话又打不动。OK， 两把漫天了，一把漫天。我算棺材翻大唐官府3300啊，对吧？3300的话，一把漫天5%，对吧？一层漫天可以叠加150点伤害。就三把漫天的话可以叠加450点伤害，就跟那种伏战大唐差不多啊，就一般的那种，对吧？血耐加一点的伏战大唐也就3600、3700、3700。所以说的话可能前期没有伤害啊，平砍平砍，对吧？叠叠漫天，我跟你说伤害也高的呀。捅一捅，后发制人，对面大风卷卷过来2000多，后发制人回血1000多，真的头有点晕。风卷残云2000，后发制人回血1400，对了吗？就差不多消耗风，你秒了棺材翻600点血，3点零元了，兄弟们有巨剑了。比赛好难打，棺材翻的药也吃的还可以啊，一个药顶妈3800，3800法术盘一的宝宝，对面要秒三回合。而且棺材翻才一把漫天啊，宝宝飞掉，还好没有神。我
我跟兄弟们说一下，你现在神木林这种法系的话，你们说打大唐官府要怎么打呢？真的怎么打都打不过啊，我感觉。我感觉没有赢的地方了，没有赢的点了，打不进来，你看没有，秒不动，宝宝没有法术繁育还是秒得痛啊，四五千的秒，秒人秒不进，安神诀一起，就关键翻，还好变的是八蛇卡，关键翻没有变那种瓶子卡，变瓶子卡更恶心，增益状态增加回合数，就比如说我现在一个安神诀起四回合，你变完瓶子卡一个安神诀起八回合，就可以做的事情会更多，就不用脑起安神诀嘛。现在能看得出来，其实安神诀回合数不多，对吧？你下回又要起了，就安神诀跟宝宝，跟那个永恒这个特别大。你看，你看一个安神诀几回合，一个安神诀五回合，对吧？你变个瓶子卡，对吧？高级永就带永恒的，对吧？一个安神诀妈四回合。远处先令激发了，秒五百点血，真的。棺材翻一个后发制人回一千点血，棺材翻连宝宝都不出了，我操！法术反弹，对面很聪明，这一回合没秒。对面跟棺材翻打心理战术呢，对面很聪明，棺材翻不出宝宝了，你说真的，这 PK 打得气不气人？宝宝都不出了，经济五一千三，这 PK 打的妈笑死人，真的。混元伞，风舞清新，对吧？叠一叠，叠一叠状态，九层风铃，对吧？我跟兄弟们说一下，法三基数低，你九层风铃也没用，对面是肯定是选择一回合把棺材翻带走的，你九层风铃也秒不动啊，九层风铃秒多少点血啊，消耗三层，秒了多少点血，秒了一千点血，这种发温甲有机会，我跟你说棺材翻破盾了，发温甲粘舔碾回合还是有机会，一把金鸡五四千，还有一把再舔，再舔棺材翻就输，棺材翻输的话是至少的专逼秦三叠，哇，出法甲了，没出法甲走了，兄弟们，专逼，你看没有？绿红风专逼，身势不低，很聪明，反弹，哎呦，表弟运气不好啊，没有出法甲，绿红风死了呀，专逼不出宝宝对吧？出宝宝了吧？正所谓骄兵必败，对不对？连满半天了。安神诀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好吧，比赛很精彩啊，下集比赛我们再见，兄弟们。